是全垒打，那只全垒打伤害性也蛮大的，丢掉了两分就是因为中程用那只的全垒打，带有两分打点。这个球拉起来到了中右外野方向，也蛮深远的，出去了。我以为在那边也补一发，送了 home run， 阳春全垒打。本季个人的第三支的全垒打，帮助球队现在又在取得一分的领先优势了，3-1了，现在扩大到两分。今天在长打的部分呢，都有发挥出来，包括了之前的中程佑4局，现在6局，郭英文呢在没有人出局的情况之下，就敲出了一支阳春炮，3-1，拉比狗现在两分领先。这个对投手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伤害哦，在这个球数领先的状况之下，投了一个偏高的球，被打者轰出一个全垒打。其实这个球说实在来讲，投的蛮偏高的哦。那这个郭英文可以掌握这一个球，做出这样的一个，其实也投打的蛮好的哦。而且打中的是这个李玉清最拿手的螃蟹球。